好，我们现在呢，真的来实际用第一个录看看，顺便跟各位介绍这个。请问一下，各位，你上网找图片，你都怎么找？啊，这种问题竟然要问我，有点看不起我们的样子。你都找关键字，对不对？请问，如果没有关键字要怎么找？啊，你网络名店你没听过四个字？人肉搜索，一定是不认识的才会人肉搜索嘛？认识的干嘛人肉搜索？对不对？我不认识他，这个我看过，那幅画我看过，但是名我就叫不出来，常常都有这款情形啊。请问你要怎么找我？啊，无名氏，结果嘛是找我啊，对不对？因为你就没有关键字啦，那怎么办？等一下呢，各位，如果你要用，你可能要用 Google 的浏览器或者是火狐浏览器哦，请你不要用那个 IE 有一部分功能不支援。哎，我找给你看哈、哦。哎，那么这要怎么找？各位呢，你就是要用除了 IE 以外的浏览器都支援。你看一下上面这边，我们在这里的话，请你记得，因为我要找图，这边按图片，你不要再搜寻这边哈、哦，这边做没有用。我以前还不知道有同学，我上课的时候有同学就奇怪，老师教的怎么没有用，我才发现他是到这个搜寻里面。那我现在是要找图片，平常我们都用关键字，这个没问题。那么我现在呢，你看哈、哦，我到我的这个里面来找一下，好，他很无辜吧？请问你看到这张，我要想找他的相关资料。请问这个要用什么关键字？狗，狗有那么多种，一狗怎么可能找到它呢？对不对？小黄色小狗。好，白色小狗，而且一起白色，白我家是白色，比较是有点偏黄。白色小狗，无辜的狗，这样也不行吧？所以怎么办？我是这样做了，又一，阿伯，你今天我得搞情况买。有没有找出来？我有打关键字吗？没有哈、哦。哎，我有在录影哦。我们讲这个，除了让他长知识以外，重点是录影软体哦。哈、哦，你等一下可以试看看。有没有发现，跟各位以前找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哎，我的这个地方有没有发现变成刚那张图？对不对？而且他还顺便帮你什么？把关键字有没有找到？可爱的吗？对不对？他猜测说这张可能的关键字是什么，所以其实这个功能不是新功能，老实讲已经出来有一段时间，好几年了，只是因为大家都拥抱 IE， 所以你用不到这个功能。这个功能你用 Google 浏览器、用火狐都可以，就是用脱衣的，用脱衣的方式。所以有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哎，为什么有些人能够找到一些比较奇特的东西？因为他知道搜寻引擎怎么用。现在是差在什么技巧？大家有些可能你不知道而已，好、哦，不知道而已。那你可以发现，我用这样子，我就可以找到很多跟它相关的，而且它出现在哪里，有没有相关照片，有没有都出来了，对不对？这个你就可以像这样做。另外一种情景是，有时候你手边的照片刚好是比较小张的，那你刚好缺大张的时候，你也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找。我就小图放上去，好、哦，那我就可以去找。你看这里，它就可以去找所有大小，有没有？这样去找看看看有没有相关的，欸、你看一找了之后，哇，我可以从这边看到哦，你看有没有大张的？哇，5000多，5000，哎、欸，顺便问一下各位，那个数位相机那个像素是怎么算出来的？你都知道几百万、几百万，对不对？我们一般讲那个像素的几百万，很简单，就是长宽宽，所以这个是几百万的，哦，5000×3000呢、欸，有点大。我们一般都没那么大哈、哦，所以这个就真的很高的解析度。所以这样的话呢，有些时候你可能要印刷的，或者是就是要列印出来做报告的，好、哦、做封面的，就要找这种大图的会比较好用。哎，你可以像这样。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像刚有人讲说，哎，我平常就用关键字也可以，比如说像这个，你真的用狗来找，也会找到它啦，啊、哦，也会找到它。但是呢。如果你今天要找的不是他，我要找这个戴眼镜的，你点下去是不是可以看到他，对不对？可是其实你也可以怎么做？你
你看哦，我点下去之后，我找这个哈、哦，你可以按着它，有没有发现？也可以这样子，这还是以图找图，对不对？所以如果你先用了一个关键字，找到大概你想要的，也可以用这样图就把它丢过去。那这个时候不只是找到图片而已，你还可以找到跟这张图相关的什么？相关的，你看这里面有没有分到很多类似的相关的网页资料，也都会一并出来。所以 Google 有它厉害的地方，有它厉害的地方，这个其实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方式。当然，这不是真的要像我刚刚讲用来人肉搜索的哈、哦。你可以找看看，原则上其实如果那个人或者是那个照片上的这个东西是在网络上出现的活跃度比较高的，应该都还蛮好找的。不会太难找，真的很多资料，也许你有时候真的找想不到它的关键字是什么的时候，用图真的找看看是有机会找到的。好，多给各位另外一个找东西的一个什么方式，你可以尝试看看。